你好，李素商小姐，这是你丢的东西吗？啊，正是正是，我正在找他呢。多谢多谢，又欠你个人情。我出门前特地把它好好揣在了身上的，结果还是丢了。这身衣服，口袋也太不结实了。不用谢我，是一个老爷爷捡到的，他腿脚不方便，拜托我帮忙送过来。呀，那还得劳烦你代我向老人家道个谢，我大概不方便再折回去了。素商大人，还是决定要离开这里吗？是呀，已经养了好几天伤，再不出发身子可要锈掉了。那么需要为您安排一两位随行人员吗？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别别，我还没想好去哪儿呢，可别耽搁了人家，还是一个人吧，也更自在。对了，我听镇上的人说，他们平时都坐一种长长的车子出门，你们见过吗？是说火车吗？它是由很多节长方形的车厢连在一起组成的，在铁轨上行驶，速度比飞机慢，沿途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。对对，就是它。好，决定了，就先去他们说的那个什么驿站坐火车吧。哦，要去维也纳火车总站的话，首先需要搭乘在地下行驶的地铁，从这边的路出发应该会近一些。不过无论是地铁还是列车，都需要在出发前确定目的地。你想好要去什么地方了吗？还没有哎，但也不打紧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听说还有个什么神州班列，从这里一路坐回老家看看好像也不错。素商大人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这个我也没想好呢，看心情吧。您在总部生活的不习惯吗？不是不是，怎么每个人都是这反应啊？这里吃的喝的都合我心意，大家待我也很好，这段时间我过得可开心了。只是你看那天上的云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的，对吧？人也是一样的呀，跟罗刹人的承诺我已经兑现了，之后要做什么我也没仔细考虑过。既然如此，就先和以前一样去游历四方看看吧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我还是我呀。比安卡姑娘还送了我一本书作为临行的礼物呢，虽然我还没看过。那就是这本维洛纳二绅士，是翻译版的莎士比亚作品，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翻阅的痕迹。啊，说到礼物，我还要托你们帮个忙，若是方便的话，这盒点心就帮我带给池渊师祖吧。现在应该叫他浮华才对。好的，不过由我们转交真的合适吗？总觉得你还是亲自交给他比较好吧。唉，太师傅他已经开始了新的人生，我就不去打扰了，若是有缘，以后自然还会再见的。话说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聊天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人们都说罗刹人的孙女性格和他完全不同，但要我说，何止不同，你可比他好太多了，或许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呢。可惜时间不多了，我也差不多该启程赶路了。琥珀姑娘，德丽莎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他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？素商大人的确有他自己的智慧，就像他刚才说的那句神州谚语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不是吗？走吧，我们把他的礼物捎回修伯利安，只是不知道这个时间浮华他在不在那边。哼，灵感这个嘛